我来开箱这个新的破壁机，好大叫哦！它是叫做什么呢？你看一下，多功能破壁料理机。因为我想说，试试，有时候我想，怎么说呢？就断食调理，就是一天里面。打雷，外面打雷，一天里面只是试试蔬果的食物来调理身体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我很喜欢它这个玻璃壶，它非常的坚硬，还蛮重一下的这个。然后，今天刚收到了，还没有开始。然后它会有一些这样的功能开，然后你选择可以选择。豆浆啊，浓汤，五谷米，米糊，沙冰，玉米汁，破壁粉，破壁粉这个可以，比如说做成蘑菇粉啊，做成江鱼仔粉也可以哦。还有果蔬那个就是我要的功能啊，就是放蔬菜水果进去，它 blend 到好像 smoothie 这样子。另外功能是清洗。等我准备好材料要 blend 的时候，我再拍给大家看。这里有列了一些，好可惜哦。我再问那个商家，影响了美观。好大叫哦！就破壁机第一次买，准备了苹果、西芹还有黄瓜。我们来试一试这个破壁机吧。应该放多少水进去呢？500毫升应该可以。加一些水进去。盖上，然后把它转紧。它还有这个小盖，是盖上面的，也是可以转紧。那来吧，我们试这个果蔬，开。哦，到了果蔬了。就这样吗？启动。哦，它还会动呢，它只是自己停一下。还没完成呢，它主要是要走完3分钟。看它打到快疯掉了，就一点点东西打3分钟，那我先把它关掉，开出来看有多细哈。我们打出来看看，它是很香啊。一杯很有益的果蔬就做好了。哒哒，真的很不错吧，很美哦。下次再分享更多种的果蔬。这个主机它的花纹不见了，因为我问那个卖家，他说其实是前面是一层保护膜来的，让我撕开，撕开了现在就很美了。谢谢大家收看。再见。